上的板块。有。哎。哎。他是在挑衅你，勾引你，他要你有跟他有交集。他的个性就是这样，只要碰到不认识他的人，他就会这样做。拉回来，这个就要上去。然后再对你从你身上得到获利。那个全校哦，都已经变成什么家那什么那个导护志工啦，那个教职人士啦哦，都变成拒绝往来户，现在又跑到家长会去，因为去家长会又拐又骗。啊，赚钱的哎。不要这样开关子。那修得来对哦，反正电给我。认真练，你妈陪你练，你懂不懂？你要认真练啊！哎，卡蛋好啊，我卡蛋你一八点鬼啊！好啊，来那个 B 脸，帮一下忙来，那就在这边就好了，没事。他们两个来，那个帅哥跟他，没来晒太高了，那个弟弟。那就跟着做，反正你就在看着他们做就好了。教他先到店做水。